住开西营盘的朋友，每逢经过第二街，相信都会闻到好香的煎扒味。因为这里有一间专卖优质肉类的肉食店 Bones and Blades， 不单只有得卖自由放牧的猪牛羊肉等，还可以找大厨即场煮给你吃。想了解多些每一款肉类的位置和特色，这里的老板和员工都会很乐意地向你解答的。他们还会告诉你肉怎样煮才是最好味。不要以为餐厅只是得煎扒，其实它和普通的西餐厅一样，菜式多多，真是合适一班吃肉兽。